欧阳，欧阳，来了，有事吗？我想单独和你谈谈。四雨又不是外人，有什么就说吧。那个，我去喝点水啊。哎，慢点。怎么？这枚戒指是你亲手给我戴上的，它意味着我们两个人会永远在一起，相守相爱。但是你食言了，他现在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，所以我想耽误你几秒钟。请你把它摘下，从此以后我再也不会纠缠你了。装你